其實咧好多居民就第一啦，因為佢琴晚十一點幾先公布嘅，然後咧就要求呢三日內去做檢測。咁啊，呢三日內其實就係一個聖誕假期啦，其實要做檢測咧都唔容易嘅。咁啊，身後俾見到依家呢個係叫華大基因嘅鼻咽拭子測試啦。其實好多居民未必想做呢一種測試嘅，於是咧又要去攞翻樣本瓶。咁啊，最近呢一度嘅都要行起碼十分鐘之後嘅柏立基門診所啦。咁啊，而佢因為假期啊，個開放時間相對比較短一啲啊，如果對居民嚟講咧，都係一個好唔方便嘅做法咯。